这是王姓贵妇与王姓美食家的强强联手平安夜。平安夜烤鸡。哦，应该可以了，我觉得。惠灵顿牛排，乌鱼子，要淹没吗？差不多了吧？真的耶，金黄金黄。西班牙海鲜饭。啊！你的酒都很红。藏红花。所以它的颜色是这个带来。盖不起锅盖吗？对啊，会盖不起锅盖。德国热红酒。对啊，就倒进去加热就好了。就有的人是把那个丁香擦在橘子上。哦，有看到有点蜜橘孔，有点蜜橘孔。对，擦在上面，它就带这个味道。